讲的麦坑小小啊。哦，没有。重点，重点是虾皮。重点是一定要给他喝冷水。开箱时间。冬天冷水一定要，它才会绿色哦。这怎么包？What？ 我根本就在把盒子切开来。这盒子怎么比胶带还好切？我直接把盒子切开来好了。那胶带看起来不像一般的胶带，它怎么贴这么平整？是三个白色盒子诶，漂亮。那打开里面是手榴弹。我先来看看有什么颜色。我也可以。蓝色。猜一猜它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蓝色。看起来都是蓝色。第三个。蓝色。蓝色。太棒了！看起来是。他怕你打架。是哟。所以出一模一样。哦，它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让你想话还没。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。塑胶，对啊，怎么感觉像是？这是玻璃塑胶，大概是合成玻璃。为什么？就是他说是玻璃啊，但是，但是这个玻璃怎么那么轻？但听起来很像塑胶啊，但是它是玻璃。是啊，你敲中间就知道它是玻璃。看起来不像塑胶啊，但它……但怎么那么、这么塑胶？贴什么东西之类的，感觉没有啊。等一下，它的玻璃为什么？它的玻璃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啊？它可能中间是玻璃，然后上面是塑胶。哦，不是这样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它感觉……我感觉它不太像玻璃啊。那还不倒过来？我们在看沙漏。沙漏，看它漏啊！看起来是玻璃啊，因为我捏不下去，然后就把它捏破了。99块，对呀、啊，才3岁。哇，是一个小时的沙漏吗？它这边可以留一个小时吗？可以开始记呀、啊。不相信它的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的沙漏。太嗨了吧！我啊，你穿裤哦，你娘穿内裤。对、啊。哈哈哈！笑死了。原来是在录影的部分。是开箱沙漏时间。干杯！直接爆裂。